迎收看由网易和暴雪举办的炉石传说双人先开赛夏威夷篇。我们的比赛将于4月21日至4月26日举行，暴雪游戏频道全程直播，16位人气主播将协同各自的同伴，将齐心协力角逐我们的夏威夷双人游大奖。欢迎广大玩家前往 NGA 爱玩网专区进行互动讨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雪兔。那么在昨日的比赛中呢，三名战队携手了瓦迪拉的小分队晋级了8强，而 LV7 战队以及旅游战队则惨遭淘汰。不过这个虽然他们被淘汰了，但是还是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这个优秀的舞蹈啊，说明我们的选手真是才艺双馨啊。那么今天将带来的是 D 组的小组的循环赛，我们先看一下选手的 VCR。第3次了吧？第三次参加双人循环赛。第二季因为跟博尔夺冠之后去了一趟马尔代夫，然后玩的还挺开心。这次既然来了，那就是奔着夏威夷去的，基本上还是就抱着出去旅游出去玩的一个心态，然后去外面健身一下。我们的队名叫日不日，这是一个进化版本的名字，然后相当于是一个续集一样。对，第二季，然后日不日，如果说后面还有第三季，那也许名字可能还会更好玩。秋日取的，不是我取的，我还是很有文化的，我会取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名字。给力给气，我觉得这四个字完全可以形容他了。眼睛小，好像我只记得他眼睛小这一个特点嘛。私下里那肯定不会啊，他知道他打不过我，他从来不跟我打入室的。细节方面，他比我细，我比他粗。好像不是任务，反而是那个进化，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机制比较吸引我一点嘛。说实话，这个版本疲劳有点难。我喜欢巴菲那个忍者神龟。安格洛的新卡我觉得不像上个版本比较固定，就即便是做任务你也有比较开放的那种思维去做任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我第一次打比赛的时候吧，记忆比较深，影响也比较大，也是通过那一次之后才慢慢的踏上当主播的这条路。这个影响肯定是翻天覆地的，既意味着我的兴趣爱好，然后呢又现在呢又意味着我的这个工作生活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讲可能比原来会更加重要。那个就沙滩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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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知道夏威夷很出名，但是没去过嘛，就像我当时去马代一样，因为马代之前也很出名，然后去了之后哇真的确实人如其名，确实很美，然后我觉得夏威夷应该也不会很差。好的，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日不日战队的一个 VCR， 那他们现在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来给我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那么第一场就是兄妹大战啊，这个我们主办方也是挺会玩的啊。那么有没有想对妹妹说的？放心，我会让着我妹妹的。啊，就这样吗？对，我觉得一切尽在不言中。啊，那王不二呢？这古王对兄弟的妹妹有什么想说的？没什么想说的。哇，你们两个这样子让我很尴尬呀，怎么感觉咱们仨在一起怎么又尬聊了？好，那么两位作为双开赛的上一届的冠军啊，这一届有没有信心卫冕？我觉得昨天看着咖喱和肉鸡已经滚粗了之后，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很悬。为什么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卫冕这种事儿不太靠谱，我们先赢下一局再说。但你也想，第一局我们又不能赢我妹，对不对？哎，不对，我记得上一次比赛的时候，你们就是先赢下一局，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赢着就冠军了。对，运气比较好上一次。那么王不二这个古王也是以黑科技著称的嘛？那这次有没有带什么黑科技在卡组里面？好像组了一套骑士，算是比较不常见的骑士吧。比较不常见的骑士，那是一个快攻骑士，还是比较偏恶心一点的骑士？中速吧，中速控场型的骑士。中速，好，那么也希望两位之后在之后的比赛能够加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手的 VCR。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双人新开赛。第一次才来参加？那就是我这一生已经表明了，我就是去夺冠的。开心就好嘛，但是对冠军的这个旅游目的地还是挺感兴趣的。对我来说是比较难启齿的一件事情，就是谁家没个胖子？
说是我们俩一起取的，但是其实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比较贴近生活嘛，也比较符合现实情况。对，说实话啊，应该是他，但是一般来说我不会让他说我不强，我会打到他说我强。真话的话是他比较强一点，假话的话是我比较强一点。任务卡的话除了法师以外，我觉得牧师的任务卡也挺不错的，因为雷诺杰克逊的退环境以后，牧师可能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大幅度的回血的手段了。我应该最喜欢的是战士那个，虽然别的任务有一些也挺强挺有意思的，但我觉得这个最直接嘛，因为大罗斯已经没有了，而他就是一张可能新的大罗斯。整个炉石传说令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刚刚开始打炉石的时候，然后我有输给过和一部分女孩子，然后就当时让我觉得哇，我打游戏居然能够输给女孩子。对，这样首先减肥，然后就可以对吧，穿泳装秀身材，然后看看那边有什么肌肉帅哥啊什么之类的。如果这次去夏威夷的话，我还是想去冲冲浪，然后去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夏威夷的本土气息。好的，刚刚我们看到是谁家没个胖子战队的 VCR， 那么他们已经坐在我的左手边。哎，秋，哦，千雪，这个不是秋柔，是秋柔啊，我是替身对吧？分身，分身。那给我们先来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这个第一次参加比赛也是有点紧张啊，没关系的。那么第一次参加比赛感觉怎么样呢？没想到第一场就是对我哥，这很尴尬啊！这主办方有点满满的恶意啊，有没有？一上来就是家里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嗯，那么你第一场比赛有没有什么想对哥哥说的？打手今天不是我，我派了我们家比较弱的那个来练练手的。刚刚我听说你们这个在 VCR 里面放这个放言说是什么这个。哎，刚刚说什么来着？又尬聊了。这最容易出唱线了。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后来经过就是看了一下这个队名，反正想要去旅游的全被淘汰了，我突然觉得没有信心了，怎么办？但是看你俩那个衣服，感觉就是去夺冠的呀。不，我们第一场对手就是卫冕冠军，我觉得我们能拿一两个小分就好了。那康姆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嘛？那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觉得这个比赛跟你其他的之前参加的一些很专业的比赛比？感觉怎么样？相比如何？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话，就考验选手的构筑能力以及，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之内，对，对对，然后发挥无限的这个想象嘛。对对对对。那么也希望两位能够在比赛里取得一个好成绩。那么这个要不要还要不要放狠话呀？感觉都是一家人啊。一下子算了吧，我们就和平相处，携手相处。好的，那你们这个话，等一下我会告诉另外两队的。好，那么我们先请秋日战队进入对战房吧。好。还不知道这个时候响起的是什么 BGM 啊，因为我这边是听不到的，但是我们导播还是很会玩的。好，那么请谁家没个胖子战队也请进入对战方。那么祝福两队能在比赛里取得一个好成绩，就像他们说的能够携手晋级。那么之后的时间呢，就会交给我们最专业的解说啊，食人魔酋长以及犯罪高手来为我们带来专业的解说。好，那么现在时间交给解说台。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是犯罪高手与小伙伴。怎么了？是是是。刚刚他们放狠话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里很尴尬的听着，对吧？没有没有，他们要携手出现了，一定是他们要携手。是吧？可以可以。先浑然无事了，上一次对吧？我们就差一点点就赢了这个卫冕冠军。对对对。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非常的尴尬，很不爽。还好还好还好。不过无所谓，这场是他们打，对吧？对对对。我先看着，窥探一下敌情。不过刚才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放烟雾弹了，就是什么，是是是，就我们知道你们用什么卡组，我们等下第一轮完了之后要改卡组啊，等等等等。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比赛的魅力吧。今天的赛程啊，首先是日不日战队对阵这个谁家没个胖子，然后接下来是没穿冰内裤，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对阵犯罪高手与小伙伴，就是我们了啊。
然后是日不日战队对阵梅川兵内库啊。总之我们今天要所有的人都对战一次。对，循环赛一共六场，然后积分高的两个队伍晋级。嗯、对，如果出现什么评分之类的情况，又胜负关系来决定。对，然后是小分，然后如果小分还平了的话，那就大家开卡包决定，神之领域决定。对对对。我们整个今天的整个比赛的这个赛程啊，从21日到26日。对，今天已经是小组赛最后一天了嘛。对，我们是 D 组，然后决出最后两个八强的队伍。嗯，然后明天开始是八强的双败赛。对，两天最终决出最后的冠亚军。嗯，因为其实进入决赛应该算是大家的目标了，因为亚军也是可以出去玩。就不管怎么样，这个豪华不豪华，总之先出去跑一趟。那这里也是小组赛的晋级规则，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对的。而且这一次呢，是我们只有第一轮的卡组，是两边是已经提前提交上去，然后互相知道的。嗯。但是每一轮之后都是可以调整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起始资源是每个人有1500斤。对的。然后有安格洛60包、经典60包，加上上古之神20包和加基森20包，嗯，以及9个职业的任务都是附送 的。第一天的赛程之后呢，所有的选手紧急的协商了一下，决定搬掉任务贼。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中是没有任务贼这套套牌的。做了任务贼的这个队伍呢，都有一定的粉尘和这个金币的补偿给他们。补偿，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什么不公平的问题。对，而且像我们这种咸鱼都不做这个任务贼的。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看视频。可以啊，可以啊，法师可以玩。哎，大法师可以的，法师可以玩，法师可以玩，大法师可以。我说先开基础包吧。大法师可以玩，我更新一下。来，哇，哎，凯雪吉啊，凯雪吉是，哎，我是不是，哎，又来一张紫卡，这是不是飞行组？我是不是那个的？不行，可以啊，十五包。你还在玩那个游戏啊？哇，你的没有。可以啊，今天可以了。哎，20包三层是牛逼，太牛了，跨足了。那就是目前是50包四层，是30包下来一张没有，来了来了，没有，要的就是任务，没有就是用拆，拆任务啊，拆任务才是智能够，哎，哈哈哈，啊。哎，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傻掉！哎，两个远古雕纹了，就我法师我都肯定可以玩了呀。要出橙卡了，再开个任务，果然，哎呦，沃拉斯，我的预感是没错的，但是开的不好，开了一个什么沃拉斯，真的就是，又是哎，不对，两张沃拉斯可以分解了。分解，自动分解，它不能手动分解，只能自动分解。好的啊，那这个开包也是非常的欧洲人啊，对，对吧？随便开一开就开了好几连城，而且它有重复的城卡，其实我看到他最后直接分解的时候是2600层，应该在这个比赛当中算是比较多的了。嗯，因为其实每多400层你就多了一张紫卡。对的，其实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个粉尘越多，到后面进化的时候越强。对，因为我们其实都不会去合城卡了，嗯，因为一张城卡实在是太贵了。嗯，所以说大家优先合的都是一些比较关键的紫卡或者是蓝卡。对的。对的，嗯啊，所以说有没有开冒险也是一个关键，好像他们没有开冒险的，我记得。那冒险的话，就是我们一共有1500斤嘛，如果去开卡拉赞的冒险是可以开到第二前两个区，嗯，对，这样的话是没有馆长，但是有一些，对，有一些大漩涡和那个什么吹气海盗的狼外婆之类的。那我们看一下另外这边谁家没个胖子他们队的开包视频。什么歌？他乱入闹哪样？这就很气。我靠，这个逗逼子，这张城还凑合能用对吧？是个元素，可以了。
这张词不错。为什么我们组会来选我来开包？当时我记得开这个包也是他的运气比我好啊。四百乘。没有用。哇，又是这张，这张我也开两张啊，好黑呀、啊。千雪他们这边只开了五成，是我感觉确实有点黑，因为其实一百六十包的话，大家平均应该是八成左右嘛，八成左右差不多、嗯。不过他们也是开了有冒险，嗯，而且是有两套愚人的套牌，对，其实还可以吧，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吧，大家的解牌都没有那么强，对，就所以像愚人这种一波接一波。解不掉你就再见的卡组还是很厉害的，团队出战的还是挺强的、嗯、而且开了冒险的话也是为了这个进化之后，因为卡包的价值会越来越低，但冒险是保值的，所以说开了冒险跟不开冒险就是在赛程越长的时候就活得越久越值钱，就是冒险模式里的卡你是想合都合不了的，对，即使后面没办法获得的，对，你有钱了你有粉尘了也是没法拿到的，是啊，这个两边选手应该都在准备中，马上就要开始了，对，因为这是小组赛第一把、嗯、我们也可以先观察一下对手的卡组，对吧，先看一看，先看一看。不过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有那个存货的、嗯、就是他们肯定还有，比如说像刚才日不日战队、嗯、他们有大法师、嗯，宣传片蛮帅的，这个可以啊。嗯，那第一场是日不日战队的一个骑士中速骑士对阵中速元素骑，应该就是那套在开服的时候比较流行的带元素，然后使用什么风驰电掣等等一系列 buff， 然后让手上的一堆小元素变得特别大这么一个打法。对，然后千雪他们这边是一套中规中矩的一个中速猎，嗯，带了333，非常厉害的一张牌。这套骑士我也是开服时候我也玩过，我也玩过。他这套骑士其实持续作战能力还是挺强的、嗯、因为他有就是元素一费的火与精灵、嗯、还有三费那个火焰元素，可以给他补充很多那个一费一二的小元素，然后用来开车 buff， 而且本身在我们这个赛制当中，他的314发现和545发现都能分别能发现佛丁和光罗斯，对，就其实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吧。这边你会选择进化还是选择硬币跳那个三三啊？打骑士的时候我会选择硬币三三的，因为就算他拍城管下来我也是能摸你的脸来持续获得作战能力，而且下一回合我可以把进化交在三三身上。他这里的话直接三二进化的话就是不贪，他出圣盾加血然后加一加一王宇都是不错的、嗯、这里只能加一加一的，嗯，出的其实不是特别好，是实话实说，加一加一勉强还可以吧，还可以还可以，攻守兼备嘛。那这边打一下，然后用三二的熊猫拿回来吧。但是他如果用三二熊猫拿回去的话，被硬币驯兽师就有点难受，因为会剩下五一。对的，哎，这里鹰角弓也挺舒服的。弓拍了好像也行。对，因为弓拍了之后可以留硬币给狮子。对的。哦，他选择出三三三换了，这个也可以，因为他驯兽师可以驯三三三，下一波会特别凶。这次比赛我们也是见识到了这张牌的威力。哎，在哪里都强。对，其实我在刚开服的时候大家点评卡、我在和很多人连麦聊这个竞技场的时候我就说这张卡真的是就是运气好就单刷的一张，对，我说这张牌如果是无限进化就是无敌的牌，三三倍最强，但是、就是、其实这张牌就有点像愚人骑士吧、就是你解不一个回合解不掉它，它就无限膨胀，它可能什么影分身啊，对对对，就爆炸了，对对对，那这里架起来吧，我架起来不是特别好，我看看还是会被 一刀砍掉，还是会被砍的，对，就是其实猎人上这个三三三的这个回合被真银圣剑砍掉，嗯，他是把前期赚到的节奏亏回来了，亏出去了，对，所以说三三三还是要先上，因为你相信这张牌，你就要早点把它丢出去。他这里可能是要硬币，他要硬币架一个小老虎吗？对，训个三三吗？还是出攻？哦，他是把驯兽师留给狮子。那这样的话，到后期要看有没有光罗斯这种东西来回血，现在血量其实有点不太够。那这里可以，哎，抓了一张火与凤凰，那应该还是一加三吧，
那个立一个二五的墙，感觉还可以。先 buff 一下，然后上二五好了。而且他 buff 完之后，砍了吧，他可能能找到一个六费能出的墙，就比如说什么，什么城管或者是烈日行者之类的。超管好像不是特别好打，打猎人不是特别好。经常发生意外。看一看，佛丁其实也还行，因为猎人想过佛丁也挺难的。再来一瓶，再拿个三幺四吧。再来一瓶的话，会不会有点慢？他会不会考虑拿那个自负的演员啊？但是自负的演员好像他费用不是特别好，如果自负有点。那会不会拿剑龙呢？我觉得剑龙也还行，因为剑龙是个六血枪。如果能够 buff 一下，这个剑龙就还可以。对，就三杠七的话，就感觉挺厉害。就二杠六还是不太适合打猎人这个对阵，因为被狮子什么碰一碰，被架起来打一打，都是换不掉对面的。因为他手里现在没有回复的手段，就这套骑士他是不像奶骑有很高的血量的，对，所以说他被猎人把血线压下来之后还是挺……哎呦，这一脚如果踩准你就完了。对，敢不敢出啊？我觉得可以出一出，因为你这里硬币就算上狮子也是有一个危险的，你还不如先上犀牛。这里上狮子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很有可能吃一个耳朵。对，非常不好。我觉得要不然就恐狼驯兽师也行，要不然就拼一下踩一脚，嗯，踩一脚踩到二五必赚，踩不到二五嘛也还有办法。哎，踩掉了，特别厉害！哇，这下伤了。日不日战队感觉这一波损失巨大。是的，因为好像看到这个日不日战队是有带那个剑龙骑术的，所以这里也是选择把他的那个一杠一解掉，就非常的细。嗯，就现在我们现在听一下选手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嗯，那我上这里上墙也感觉不好吧？你肯定要先下小熊猫吧，上墙，顶得住吗？先上熊猫，熊猫先上，然后再上墙。对，那这个他能过来呀、啊？他有个一杠一，能苟一下试一下，喷掉吧。你喷掉一个一杠一吗？嗯，那你不然这个上去飞了，好吧，那你喷吧。喷一个一杠一，将一点场。那我感觉要死。对啊，我觉得下三幺四的话可能能苟一下，能吃他一口。他现在只剩八点血，杀个鹿的话只剩两点血，只剩一点血。我们没有奶吧？我怎么觉得还是应该早点血？狮子万一被损坏，不是很脏？滚出我的丛林！放狗怎么办？放狗我们能过吗？放还挺关键的，下火可以三加五。三加四也行，看吧，怎么狗怎么来。放狗的话，反正这个生的至少回四血吧，嗯，对吧？至少回四。他除非用杀戮解，杀戮解那就回二，能回是一点。我想应该有放狗。哎，这个不错，这个是最废的。应该有放狗，有放狗，估计有放狗。右手第一张的牌，没有放狗。嘿嘿，哇，可以可以，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那回了四血，吃了他多少点伤？吃了好多点伤，吃了九点伤，还有两倍的，所以这样的话狮子过不来，我们三幺五一顶有机会了。剑龙骑术，他智射交过没有？没有交过智射。那我们这里其实可以先不上吧，把他两个四杠四解掉。行。他没有带智识，他没有带智识，没有智识。我这里上剑龙骑术主要是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这里肯定要。我上个这个加个这个呗，这个加这个呗，这个加这个还是两个嘲讽，应该他还是过不来。这个加这个，下回再是吧？对，可以。下回的话可以两个嘲讽，应该过不来。嗯，没问题。你得先把秤解了。三点血，下回可以元素，是吧？下回贴剑龙骑术吧。贴剑龙骑术，给六六贴这个剑龙骑术无敌了。嗯，根本过不来。关键我们没血。
就是找光头四大强。但先看情况，他下午血量怎么样？他应该过不来，他两头李莎其实很尴尬，但好像猪也。我想。好，这边两边讨论的非常的激烈。对，我觉得其实日不日战队他们思路还是很明确的。对，就是通过墙来拖住这个狮子进攻的步伐。嗯。然后因为他自己因为猎人手牌很少了嘛、嗯、他自己现在每一个生物都在吃了 buff 之后都很强。对，其实说实话这个中速的骑士的打法呢，就是利用自己牌几乎不断，然后不停的去赚取价值。其实中速猎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对，然后再往后呢就越来越弱了。对，就到六的时候是顶值，然后到六之后呢就是看有没有一些解牌能够配合自己继续打伤害。那这里这个十杠四的狮子还是很强。是的，这里如果要是六六解掉十四，然后贴一个剑龙骑术，可以解掉一个驯兽师。嗯，那个对，没错。但是也不是好像也不是很舒服。他好像选择去发现，因为这个可以发现光罗斯。嗯，其实这个时候发现，如果能发现什么冰川元素之类的，也是不错的一张。对对对，不错的一张牌。就是、那个一费二一费二移动一下，那解掉之后，然后火力凤凰点掉一个。但这里可能要有生命值的损失了，其实他不太能够损失这里。对，这里的话，他还有下一回合再用那个卡利莫斯的仆从找光罗斯的可能性吧。嗯、我觉得这里确实骑剑龙骑术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好不到哪里去。对，因为他就断元素了，就是他这回合贴剑龙骑术，他下一回合那个卡利莫斯的仆从还不能发现，是，就很难受。土狼，这手是鬼抽。对，没有放狗的话，这个土狼的战斗力就比较有限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过墙恐龙穴打伤害。我想想，如果解的话，不太好。感觉解的话他过墙恐龙穴是可以打五，这样的话对方剩八血。不过他的英雄技能已经变成了恐龙穴。对，他除非是抓到放狗这种，这种卡才能配合着把这个伤害稳定的打出来。或者说他寄希望于放狗犀牛都能抓到打一波，难度比较高，比较难，比较难。因为这个圣骑士随时，因为他已经发现过了嘛、嗯、随时有可能拍出来一个螺丝或者是佛钉之类的东西。对啊，佛钉不可能，他那个牌已经打出来、对，他只有一张元素发现是发现是出来，但是他后边还有一个三一四没出的。 是他这个三一四是前一个三一四找的，选择解吗？但是你又解不掉凤凰，我感觉意义并不大、啊、对，这解了怎么赢呢？ 那这里的话、哦、这样我感觉游戏要结束。奉献加剑龙骑术非常舒服，奉献剑龙骑术一吃，这个猎人脱力再打不过去。这个猎人因为他永远过不了这堵墙，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他的英雄技能也不是射箭了。对，这个局面应该猎人是无力回天了。对，因为剑龙骑术这张牌它其实单卡就能提供十二血的强，非常的恐怖。在防御力方面、嗯、哦，它不贴吗？它出冰霜元素就是下回合可以触发那个卡利莫斯的仆从，但是有可能会吃犀牛或者是放狗的伤害。是，我觉得还是贴上剑龙骑术吧，最稳的打法应该是贴剑龙骑术。对，因为对方没有制射，对方没有制射的话对方基本上过不来这个墙的。嗯哦、他选择直接出这个发现也可以吧，光龙丝啊，那这样也是稳赢的。对，那这样其实十三血也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看那下一张是犀牛，如果再下一张是放狗，那就打错了，对吧？他留土狼是吗？对，也难吧。对方光罗斯回一口，他要等两个回合。但是你从你换了恐龙血的角度来说，你必须要这样打，你不这样打你赢不了，对吧？嗯。反正就是到这个阶段，猎人的怎么打进攻，对，都已经比较乏力了。是。可能他前期尽早把那个硬币用出去，早点把驯兽师架起来，嗯，给这个骑士的压力更大一点。就这个对局其实就只有两个点，一个是硬币跳不跳三三，一个是架不架驯兽师，对吧？这两个点如果早打快出来就厉害。那这个三三没发挥出来就被宝剑砍了，是的，可惜。犀牛打了四点，但是还有九血啊，因为九血的话是双杀戮，两个回合要连抽两张杀戮才有可能。没有射箭很难削下去这个血量的。不过这里也有一点尴尬的地方，就是他上光罗斯如果吃掉犀牛有可能奶到那个生物身上。嗯，奶错。这里你如果要求稳，你就报告兵剑龙骑术把这个犀牛一吃，你也是赢的。也不错，肯定是赢的。
但是也不一定，对方连抽两杀戮也有可能翻，就除非对方连抽两杀戮，连抽两杀戮死不了，你把犀牛吃了，他没野兽，他怎么杀呀？不是他杀戮射箭，哦，没有射箭，没有射箭，兄弟，你在想什么？两杀戮都死不了。对呀、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要一心求稳，你这样其实也挺稳的，十七血，啊，这样也行，这样也行。而且这样的话是叫杀的。好，看看有没有连抽的机会，先出一个绝德。哎，这个好像不行。这个可以打三。出个绝德在恐龙穴能打死吗？好像也打不死。绝德是打九。九加一十，十加六，打不死。还差一，出个绝德都差一。不行不行。好，最哎他可以这样，他可以先这个鹦鹉发现一个，再出一个鹦鹉。然后鹦鹉再给一个比斯巨兽，啊，不是比斯巨兽，哎，啊，可以，比斯巨兽比绝德少一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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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多一个鹦鹉，刚好打死了，是吧？刚好打死了，你想法真的。鹦鹉出鹦鹉，鹦鹉再出比斯巨兽。不过这就提醒大家，就这样打其实不是那么稳，就一定要把这个犀牛杀了，你是不可能死的。差不多吧，那这样打不是那么稳，对吧？差不多，因为他其实这样的话，给对方也只有一个回合，因为他自己也叫杀，是是，我觉得这个打法也蛮好。是是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这把是恭喜，日不日战队顶了下了压力。对，哎，我感觉咱们这个赛制当中骑士好强，就是你看这些光螺丝啊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就是都是发现的，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光螺丝、佛丁都送了。对啊，他还能活，能活，他可以把那个解掉，把光螺丝解掉，把一撞掉就能活呀。对，可以活。啊？什么职业？暂时吧，暂时吧，暂时，暂时。可以，我们居然还有一号猎人，还是上个猎人，还是上猎人吧，还是上猎人吧，对对对。猎人，我们打得过他的海盗战吗？好，下一场应该是一套战士对猎人，这边日不日战队使用的是海盗战带双多头蛇，然后对抗的还是这套猎人。我们这个赛制当中除了好像除了那个昨天狗贼和涛妹他们那个是那个海盗战是有帕奇斯的，帕奇斯，其他的海盗战好像都没有帕奇斯，因为实在太贵了，开不出来，就是等着，因为我们只有20包加基森，是是是，但20包要开出一个帕奇斯有点难的。对，而且其实帕奇斯这张牌对于海盗战的提升我感觉是一个质变巨大。对对对，有和没有完全是两套牌，但是其实没有的话海盗战它因为其他别人的防御手段也是阉割版本的，所以说应该还是非常有机会的。而且日不日战队他们的这个海盗战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们带了双多头蛇，带了一个凶恶的雏龙，对，还带了一个暴虐食尸鬼和一个小软，就其实在很多地方，比如像凶恶的雏龙这张卡，他也给这套牌提供一个非常高的上限，但是就是我看比赛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那个凶暴的雏龙踢一脚就赢了，就是一脚风怒一脚，然后什么前行就赢了。我自己玩的时候，哎，我有一次踢不出来风怒，我激活了一个这个怪，然后我踢一脚，嘲讽剧毒前行，我蹲下我前行，然后下回再踢一脚，嘲讽圣盾前行，我又前行，就连续蹲了5个回合都没出风怒，你知道吗？就相当于你激活跳了个3333打完潜行的怪，对啊，对吧？就很蠢，但是确实有10/3的概率找到那个风怒就起飞了，每回合进化第一次风怒是最有效的，对对对，后面如果2-3次轮次能出风怒也还可以，因为你没风怒的话是每回合进化一次，有的话是进化两次，对，就经常会进化出一个什么7/7圣盾，然后磨免风度，这种还有王宇是吧？还能风度，非常可怕。狩猎开始了。好，这个对阵中打海盗战，主要是因为没有帕奇斯的原因，所以一这张牌特别重要。对，这个熊班虎战场极稳，特别厉害。我觉得甚至可以把这个恐狼前锋换掉吧，就是换个土狼什么的。他二费有土狼，有那个雷鸣刺喉龙，都是比这个恐狼在场面上来说上限要高很多。是的。那这里一分应该会硬币出两个吧，我觉得，哎，他有凶恶的雏龙，那我觉得不要出两个，他有可能会改变主意，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倾向于还是出两个，因为这个雏龙吧 H 岩战斧一下就没有了，就是没有，你如果对方二费，他如果有赤焰战斧他会不会掏，这个时候他掏赤焰战斧看你一，你再出两个，他可能不掏啊，就是他先二费出一个血翻之类的牌，你硬币跳这个然后被一个赤焰战斧你就很难受了，就我觉得一费最好，我倾向于一费把这个一，我觉得还是上两个就可以，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吧，怎么说？我是觉得就是不要对这个333有什么幻想，期望值太高，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他身上。哎，这个地方在上，我感觉就崩了呀，就撞了，然后中一个食尸鬼不就崩了？不是，他如果顶出一个二费怪什么二三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就会考虑一下用别的方法来打。这样一个食尸鬼一吃一撞，不就什么节奏都没了？你看，其实赤焰战斧也到了，就赤焰战斧他也很难受的。所以我觉得猎人还是就是尽量把资源能够，这下就不要想太多，活在当下，就不要梦想太多，活在当下。对，那这里的话，我觉得换掉出，哎，那可以砍掉加一个三三强，好，节奏好一点。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节奏好一点。因为其实20血嘛，20血场上站两个怪，还有一把刀，没什么问题。对，稳的不行。而且最重要是你可以随时反打，因为你后面是多头蛇。这个多头蛇抢伤害的能力非常强，但是被抢伤害的能力也很强，能力也非常强。那这里哎还算神抽433，这个寄生恶狼，这是大家在没有瘟疫鼠群时候的一个备胎，替代品，备胎，难怪绿油油的，居然看。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是原谅他呀，没办法呀，有就用呗。对。然后这两个一我觉得可以解，理论上来说是要解掉的，因为你都选择解这个，对，你都选择解寄生狼了，你就要把一解了，对，斩草除根，对吧？那这里的话，我觉得猎一过，我觉得猎人是有机会那啥反杀的，他如果摸到放狗，他就有机会反杀，对，放狗撞这个多头蛇，就可以了。先出一看一张吧。我想一想这里有没有什么很好的野兽啊，四费以内的野兽如果能出一个瘟疫鼠群啊，鼠群还可以，鼠群还可以，对，因为他如果出一个瘟疫鼠群之类的牌，就是后面如果抓到犀牛之类的东西，宝石鹦鹉发现瘟疫鼠群先丢上去，然后下一回合放狗杀戮，好像有机会，这么想想好像有机会。哎，这个猪好像猪反正先丢上去再说吧，丢上去吧，然后恐狼也丢上去，就全都上了，是这只猪其实打战士还行，为什么这个谁家没个胖子战队总摸不到放狗？他有两个放狗啊。哎，这就是中速列嘛，中速列比较尴尬，每一把就看个12、13张牌，13、14张牌撑死了，是定胜负了。他选择留着土狼就是等放狗，因为放狗土狼的话可以过那个二的墙。他其实也就只有两个回合的机会的，不要想太多。对啊，那这里的话，这个回合是6费。他多头蛇打到脸上的话是19血，19血如果三攻再打一下脸的话是16血，16血，我觉得好像是冲库卡龙伤害高一点吧，库卡龙比那个波利加攻要伤害高一点。这个时候他应该不会在场上放太多的，对，要抢轮次，对，这个可上可不上。我觉得这个可以不上。他如果上的话，就是把一解掉，就是给对方场上不留野兽。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说实话。你想如果对方就算双杀戮护在你的脸上，他的轮次也比你慢，因为你下回就把对方打死了，对对吧，都行。我觉得这里驯兽是架，我想他驯兽是架起来对你有威胁吗？驯兽架起来把你三二把这东西一吃也没什么威胁，我感觉。那这里就是还是会死，更稳的打法。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就不要上这个一，你拿我就拿这个三一吃，拿这个三二吃成三一，我觉得都没什么。算下伤害吗？场攻是15点，对吧？是，即使对方把这个三一解掉，那下回合我还是至少能提供5点伤害。对，就所以说对方必须解我两个生物，还是挺难的。所以说这个是 OK 的，这个打法没问题。那这里的话，理论上从他的视角只能杀戮掉43，然后上一个狼外婆，就看上去还活着，但是实际上是不活着。对，不能考虑对方手里有没有四伤了吧？我觉得双杀戮交了，这个时候有奥金符，好像也很难赢啊。致死有冲锋什么的都是赢不了的，对对对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能交双杀戮。所以我觉得上回合应该把那个恐狼丢上去，就是你恐狼丢上去的话，能多换一下。你有三个攻击频率，对方，而且你的那个一也是2攻。而且这个恐狼其实没什么用，因为放狗是打这个多头蛇来造成伤害的，不需要恐狼来提供伤害。对，他已经是3攻狗了，是你多一个恐狼也还是3攻狗，还是3攻狗，你撞他还是3攻。那这里的话，日不日战队也是2-0，2-0，非常的顺利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他们带的那张暴虐食尸鬼非常的灵性，是，就是在大家其实都有点偏快的这种对抗当中，对，那张暴虐食尸鬼发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作用，进场打一，八场全清，非常厉害。
就问你这个食尸鬼带的有没有用，很强势很强势，给你点个赞好吧，点个赞点个赞，因为都是快攻，所以我就带了一张食尸鬼，全都是快攻，很溜。你看我们这种骑手是吧，骑手啥也没有，骑手没一费怪，不过还好二费右手第一张抽了一张二杠三，不然的话我们爸爸踢了两脚的，爸爸踢了两脚的，只能转刀把他那个出笼给剪，踢了两脚很凶，他们说我们猎人对吧。我们这边没有奶，但是我们那套我们上骑士，我们上骑士，嗯，讲好了吗？对啊，骑士啊，骑士啊，你又不是一个，你又不是很强，你却卡成这个样子，你抽的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对不对？但抽个放狗，当然抽个放狗是有就会赢的。二号对上吧，骑士，好，这边选择上骑士，骑士对阵对方的猎人，这个骑士是一套愚人骑。对，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套中速愚人骑，就是有带一费二一愚、嗯、然后一三那个邪骑审判者、嗯、然后有带新卡二三愚，包括那个四五四进化，对对 对, 对，因为他们这个版本是有双领军，然后还有一只巨壳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版本，而且他们还有佛丁，对，就是他们开出来的。这个牌主要是做起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在那个一一三那个愚人也是个紫牌，对，非常的尴尬，就有点贵，因为他的紫牌关键牌有相当于有三张，是就是一一三，一共六个嘛。对，巨壳龙他们是带了一张，然后一一三带了一张，然后双领军，对吧、嗯？这些都是蓝紫牌，所以说要求粉尘压制比较高。对，但这套牌还是挺厉害的，我感觉在天梯好像就是也是强度接近登顶吧。目前叱咤风云，嗯，大概在三四天之前特别流行，对，反正就是。但就是风向一波一波的，是是是。有一个人用什么职业登顶了之后，然后突然大家都在用这个牌，对。啊、那这边是留了一个食堂猎人，这张牌也是、嗯、我感觉就这个版本好多职业都玩愚人，嗯，其实和这张牌也很有关系，它是一张很质量的愚人战场，对，就愚人比较缺这种。那这边猎人起手比较差，猎人是很卡手的一些牌，对。嗯，在这个比赛中带印记呢其实收益不是那么高，因为没有那么多慢速的东西给你印记，对，你其实印记能配合的就是放狗之类的牌，是其他都比较尴尬，我与其带一张印记我不如梦想什么进化出一个巨竹，是的，那这里只能过了，大概是想硬币提供我觉得会好一点，然后对方二二三一加砰、嗯、就变成二十四了。圣骑士之所以能玩愚人流，就是他一费有两张很强的鱼，是那个一二一鱼和一一三鱼，这两张鱼真的非常强，是吧？非常奇怪的一个愚人，暗灵还是巫灵劫掠者，非常厉害。嗯、那这里是二四，而且我觉得那个白银之手愚人特别的萌，萌是吧？嗯、这张食堂猎人，对，一张关键牌，还有一张三费三二愚人斥候，对，这个专门负责发现愚人，嗯，蛮鱼斥候也是很强。蛮夷之猴是越后面的效果越好，对，那这里能不能抽一个，哎，这个非常好，这个特别厉害，这个特别厉害，刚好填满费用什么的，对，来个挡刀，挡刀和救赎都不错，选挡刀吧， 我略微偏向于点挡刀，因为救赎这个时候不是很适合下一回合的节奏，因为反正都是保一只鱼嘛，你救赎保的是一个二一鱼，你挡刀保的是一个二鱼，就想起来，而且从轮次的角度来说，嗯，啊，他选择救赎的，救赎也可以吧，这两张牌差不多。这里他如果选择救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怕对方有冲锋的小怪把他撞了，对，比较麻烦。哎，果然抓了放狗，对，那这一手还是打得非常的细腻，而且就是对方如果他这个是一个救赎的好处是，如果对方不理我这个。不理我这个奥秘，就他这个回合挂机防挡刀的话、嗯、我这个有可能能救赎到一个别的、嗯、更大的怪都有可能。哎、啊，不管怎么样，下一回应该是恐壳龙的。先对这个温顺的巨壳龙选，哎，那要不要先领军呢？领军很稳定。哎，等会儿他摸了个领军就有点变数了。哦，他选择真银剑。因为猎人其实四费也没有什么结场的呢。他把硬币交了，其实就还好，对吧？对，因为这里的话。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是只派一张那个凶残撕咬，但是、嗯、日不知战队是没有带的，嗯，八狗、那这里只能裸一个驯兽师，那崩了，那蓝塞加领军，对，这要压场，哎，或者一加四也不错，都行，我觉得蓝塞加领军他既然贪了他肯定会贪到底的，对吧？
其实这两个差不多，因为这基本上是这一剑把这个四三砍掉嘛。是呀，在一剑把四三砍掉的情况下，你这个四五四能够进化到三个单位，其实不比领军差，而且这是一个，就这个四五四是可能卡手的，领军是可以配合蓝三，不太容易卡手的。哦，他选择的是这个组合，一加三，这个是真的巨惨，这是巨惨。下一回合想进化五只鱼，你这个时候如果是什么领军加蓝塞，那是小贪，对吧？对对对，口阁楼是不贪，这是巨贪。这个真的是好贪，但是也贪到了吧？反正不管怎么样，猎人没辙。猎人返场的能力就是这么差。对，猎人表示我没办法。看着对方贪贪的样子，竟无言以对。其实他这个圣骑啊，就他这个排序在天梯可以登顶，上上满吧。他是什么？他是猎人是吧？对啊。萨满吧，萨满快一点。还有我们有 丢 吧，我们有 丢 的那个。我们有退化。对，有退化。我们有退化，上萨满吗？但是上萨满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费，他有那个火与元素这些，还有一二战场。但是你觉得我们猎人对刚的话，我们优势有多大？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狼外婆，有个毛事啊！猎人内战不就看脸吗？鱼人没有鱼人骑那么牛逼啊！啊，就靠放那个，还好我是双放狗，但双放狗也没有意义。要神奇四鱼啊！我有一个土狼，啊，不是那个恐狼，有一个恐狼，然后还是看骑手。我上把骑手，如果说安费拍怪的话，他不好打。对啊，一费我们有怪他就不好打了。嗯、我安费拍怪他不好打。一费等等，一费有怪的话，我后手四张骑手没有，换四张还是没有，那没办法、啊、好吧。让了，让了，让了，让了。这应该是一场猎人对萨满。对，我觉得这个萨满在打猎人的时候，可以考虑骑手不留任务。肯定是，我觉得是不留任务的，肯定是不留任务。对啊，对方是猎人，你一费挂一个任务，被对方骑在脸上两个回合，对你就炸了。哦、猎人对猎人，我们得到了导播的消息是猎人对猎人。嗯，猎人对猎人其实、真的是看骑手，就基本上先如果先手一二三，先手赢。对，如果先手没有一二三，先手卡的话，后手后手拍拍拍。对，什么一三三或者什么一二四，后手赢。嗯，主要是现在有这个雷鸣伺候龙这张牌呢，很容易把前期的优势变得巨大化。对。不过我还是觉得狼外婆这张牌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它是就是现在猎人的生物威胁，尤其是野兽威胁太高了、嗯、基本上在能解的情况下，即使稍微亏一点你要解，也要解掉，对，要不然对方进化一下非常可怕。是、嗯、狼外婆在那猎人内战中主要是他转轮次，对，他只要转一个轮，很恶心。那先手我觉得三张三费全换了，全换了吧，攻也别留了。那这边的话就留一费，我感觉挺好。一费二费留，土狼也留，恐狼就一二不要了。恐狼可以不留，因为他一费接二费的话，如果能来一个驯兽师，或者来一个动物伙伴，或者来一个弓，对，或者来一个那个再来一个熊斑虎、嗯，都是特别特别强的骑手、啊。他把恐狼也留下了。他我发现 com 特别喜欢留恐狼，是，但是感觉总上不去，总不用土狼，上不去。哇，先手这边这个火影精灵还是非常不错的，嗯，因为可以。就是虽然说并不是单杀两只小老虎吧，哎，这边跳吗？那你跳哪个呢？你跳恐狼好像没什么用吧，你跳土狼都不太好吧，也没什么，也没什么意思、啊、还不如上一个，对，就上这个嘛，对方吃一个，我下回土狼送了，我最起码占个四三 啊，是的，那感觉这个地方还是要上一的，最好就是说我一费上这个，然后对方上一个两费怪，我上土狼、嗯、然后养一个四三，然后对方解不掉、嗯、然后我再硬币架或者是抽一张放狗之类的就很舒服，哎、嗯、就很舒服，还是选择跳吗、嗯、没有没有，上一费的，上一费，对，他其实跳的话，这个他跳一个土狼，对方是大概率解不掉的、嗯、因为猎人二费拿不出一点伤害了，是，但是呢你没有什么收益，主要是对你就算站住又能怎样，你后续没有，没有任何后续，恐龙穴、哦、那选择这里是上恐龙解掉飞刀先、嗯、对，这样就赚很多了、嗯、这样还行，赚很多了，我比刚刚那种打法要赚很多很多，这个火与精灵主要是他自己不是野兽就有点尴尬，是，这里要上三三，那就动物伙伴吧，出三个都还行，不，我觉得哦，硬币驯兽师吃是吧，驯兽师我感觉硬币驯兽师吃也挺好的、嗯、因为你动物伙伴万一你出个米莎，然后对方交个杀戮，交个杀戮过墙砰你一下，
你就傻了。嗯，就看大家对这张三三三的定位了。就是我觉得这是要看人生经历，你知道吗？是是是，就小的时候如果被这个东西咬死过，这个被杀了好多次，有心理阴影。这个地方就很慌。然后我们来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嗯。土狼金花不好，那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好用的，那就土狼金花。土狼金花，好傻逼啊！剧毒王宇，剧毒放狗怎么办？啊？王宇一样也是放狗，还拿剧毒吧？可以吃一手放狗，好攻啊！你可以，那你没办法，气场放狗你没办法。哇操，那没办法呀。他这里出了雷欧克呀，这个时候雷欧克就厉害了。这是他出过米莎，他就哇炸了炸了炸了，我们已经崩了，一崩，出啥都没有，出还是一样的，一样的，让二追三的节奏，硬挤，我操，炸了炸了炸了。这是道飞盘，那怎么办？打三板吧，想想打三板怎么打？嗯，打三板。杀戮。杀戮好像没有是吧？那我们要不还是原计划进行啊？炸起来。啊，炸起来不是原计划吧？原计划不是三加二吗？你要输这个吗？你或者你直接炸起来的话，走脸。是啊，你这个东西炸起来走脸啊，不理啊。那够够够，对吧？他如果出恐狼的话，刚刚好把你截了。走，然后场面还是我们强。好，这还能截吗？截他出便宜吗？这有点过分了，一会儿还要射箭。射不了，射不了。咱有个杀戮嘛，有杀戮的话，他已经快死了。狗，印记。杀戮印记，印记不对啊，费用也不对啊。杀戮啊，只能杀戮啊。对，只能杀戮。那他就只能截掉一边。对啊，截掉迅速村，哦，截掉那个雷欧克啊，截掉雷欧克，他的血量已经不行了呀。那仗这么大优势，怎么输？赢了吧？死了呀，杀戮死了。嗯。他为什么不截？友情一送。哇，终于摸到他了！情谊二比二。哎，我们有这个金币都能用吗？不能啊，肯定不能用。你这个人投资需要你做。二比二了，二比二，这样输了也可以开包。啊，对了，有包了，有包了。这样输了也可以开包。对对对，能开包了。好像包也不是很少。不知道，反正能开包了。我也忘了这个。一费那个小两只老虎好厉害，抓不到，我们抓不到，人家抓到我们抓不到，怎么办？抓到就不一样了，抓那个二一也可以，二一起码不会被他土狼把飞刀走。对啊，嗯，没事，还一把。萨门，愚人萨，愚人萨，我们到底优势还是劣势？愚人萨，他这个愚人，好，欢迎回来啊！那这样的话打成了二比二，对，进入决胜局，是很刺激，嗯。这个也是体现出了猎人现在对于野兽的需求程度，对吧？这些火与精灵虽然看上去很强，但不能进化，不能进化。其实，火与精灵这张牌主要是它可以过渡一下，就是把你的费用填满，你每一个回合都是有事可做的状态，对，没事了我就多出一个一二嘛，对吧？不会断手牌，但是它确实不能配合雷鸣刺喉咙，就感觉有点还是。所以说，火与精灵还是在这个元素的卡组里面发光发热吧。对他其实这套牌呢是我也有见过嘛，就是其实他多带了很多乙匪，给其实是强起来更凶，给对方压力更大的一种思路。对，但是没办法，对方虽然是带恐龙学的中速列，但是对方就没有在那个时候抽到，对方顺，对方比较顺一点，对方顺，没有恐龙学卡手这件事情。因为像猎人内战这种，真的是节奏一旦掉下来一点，就被对方压制了。对。就血量掉十，基本上就好像不能追回来的感觉。对，因为大家都什么放狗啊，这些东西都会能防的时候尽量防一防嘛。
那最后剩一个萨满打猎人，嗯，鱼人萨打这么一套猎人，嗯，鱼人萨的话理论来说前期的强度是没有鱼人骑高的，嗯，我觉得理论上骑手最好把任务换掉，但是他没换，那你要挂吗？就一费挂任务然后硬币出鱼人招潮者，其实我感觉这个会非常的啥，不如一费鱼人招潮者然后留着硬币直接跳这个寒光先知可能好一点，你要把这个鱼人 buff 起来就厉害了，或者是出个领军什么的特别厉害。猎人其实我感觉你打猎人的时候你不会到需要用那个老瞎嘴，对对对，那个捕手牌的那个阶段，其实五个回合差不多就打完了我觉得，不过他这里应该还是会一费然后硬币跳一个一二了，就换掉对方两个小老虎，嗯，但这里对方一旦有一个土狼就是雪崩就直接输，就土狼肯定是输，土狼嘛就小亏一点，恐狼的话我感觉也很难，嗯，就是小亏一点，你像鱼人萨这种卡组你怎么反这个场呢？是他们连他们有大漩涡，有大漩涡的话还有一点希望，那这里喷掉丢掉吧，对丢掉二十一好一点，丢掉吧，这个蓝塞还有点，那这边三费能不能抓一个什么动物伙伴之类能出的杀戮，不太好，要不然上个一二射一箭。哇，这边猎人一费虽然很好，一费二费很顺，但是三费有点卡手，嗯，三费，对这个吹剑鱼人还挺厉害的，嗯，不过这也是一种思路吧，我觉得他留了任务就是他一旦能把这个任务完成那他肯定就赢了是吧，对就很大概率能赢，因为首先五八八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是其次就手里的鱼人会有很多什么领军啊什么这种很，其实把任务换掉不把任务换掉就看你到底有没有摸到三费 buff 鱼人，就那两只鱼人，那两只鱼人如果把前期鱼人堆上去把场压住压三费鱼人就赢了，嗯，因为猎人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里还是换一下吧，因为对方是鱼就这么简单，换了不换可能对方就免费吃你了，嗯，那这里的话我觉得上一个三费鱼吧，我可能也会这么打，嗯，出一个寒光先知是吧，那没什么办法呀，你还能上什么呢，或者蓝塞冲了然后出个一费，那好蠢啊，反正有点难过，就不肯定是不舒服，他手里怎么出都不舒服，你这时候上个三费你下回可以上个一费加三费，我觉得还是把他冲了吧，要不然你上个二三被人家驯兽师架起来吃了不像吃了翔一样难受不你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那啥，因为你要真的对方架起来你就瞬间爆炸，炸的没边了，这个也是可以折中的，这个这手是可以折中考虑的，嗯，没有什么太大的，那攻拍掉拍掉，对那这样如果上三二三的话就对方攻拍掉，对也反正就还行吧，就那样吧，马马虎虎，哇这有四七七神抽，丢但人家是五八八，就是到底是谁强谁叫爸爸的问题看着你到底谁是爸爸而且这个五八八是可以进化风度而且还不过载，关键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那退了吧，那退了吧，赶快退赶快退，别想了别想了，这衰变神抽，对神抽快退，哦，好，配成了这个解不解呢？好像不用解吧？好像是不用解。对方杀戮，哎，也不是，他不解的话，对方但是对方敢卖脸解你吗？你敢吗？可能也敢，我觉得敢。十，我 想，因为他才十杠四的任务，你不抓四鱼，你任务做不完。嗯，就是我杀戮加卖脸解你，我然后再出一个什么东西，你很难受。哦，他的血量确实还挺安全的，那解掉也可以。哇，又一只，对方又来了一只。这个双苦超多，就你再没有退化了呀，给萨满压力太大了，没有衰变了。哦，那只能三加二发现一张。嗯。发现能什么有用呢？感觉什么？那就拿领军吧。拿吗？我觉得拿领军啊。他从做任务的角度可能会拿。你看，你拿领军，下一抓，万一抓一个蓝塞什么的，是不是还有点机会解掉这个五八八？有点机会是。但是事实上，人家先进化了，那我们听一下对战房里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一样可以先那个。那你先加了潜行，哦，你不还是要踢啊？先踢再加潜行。先踢。对。潜行。加了风怒再踢一脚。哈哈，圣盾吗？圣盾。是吧？圣盾，圣盾，圣盾好。嗯，上塔，我觉得上塔挺好的。不放他要解的，不用放狗这里。确定？你觉得放狗怎么样？放狗也没有用啊。那就上塔吧，上塔吧。是不是？对。放狗，放狗留着，放狗杀戮，叫杀了呀！他肯定解，他解不掉我这五八八。可以的，是不是？解不掉我们这五八八。是想找个潜行下回叫杀的。那这样他也解不掉。嗯，这不潜行加个套稿他也解不掉。这样他可以把六边两个解掉。解掉没用啊，我们放火烧了一样叫啥来，
他要打死我们没那么快的。他有没有失血？有失血吗？没有吧，处理不掉我们了，他只能放任我爸爸踢脸。你要个嘲讽的短眼，放狗。对，咱们也放狗，他扑也不行。而且三菜也一定要处理，三菜一定要处理，三菜不处理也是。他们之前有带他衰变吗？我记不得了呀，没看到衰变掉。一刚一没用，最飞的，最开心的一个。最开心增加放狗，放狗加一。是的。那应该是。他除了有那个和龙，那个四五四那条龙。四五四，然后加嘲讽。再去补。上好了吧？直接放了，给打歪了，就不杀戮了，不杀戮了，就不杀戮了，就不杀戮了，手下留情，就不杀戮。那我们是三比二呀，三比二是几包？三比二，给他们点包，不能三比零。你说输了吧，也不太好。赢我妹那就三比二了，对吧？得让他们多开点包，得多开点包，自己人自己人，这样咱们才能携手出线。给点，对对给点包，给点包。安格洛，安格洛。对，安格洛吧。安格洛吧。对，就开安格洛吧。扎基森的话是六包，对吧？扎基森有什么东西？扎基森阿雅。什么？就开这个吧。就安格洛对吧？哎，这些人都在讨论携手晋级的话题、哦、什么携手晋级分你几包这种事情，真的是为他们鼓掌、嗯、真的是可以可以可以。不过这一场比赛挺精彩的、对，打得非常焦灼，三比二，这确实大家叫大家都很开心啊，这输了的人也有卡包开、对吧，四包安格洛吧至少、嗯、赢的六包安格洛分一分、嗯、对吧，对，还是不错的。而且不过我觉得愚人萨这套牌吧，他还是有一点啊、我们看到了，胜者是六九十二，败者是四六八。六个安格洛或四个安格洛嘛。对，其实这个股神包有十二包也挺诱人的。但是你只开过十二二十包股神，对，就是他转化粉尘的效率就很低。对，而且安格洛是你有机会开到任务，就是直接给你四百、粉尘。瞬间你就多了一张紫卡，对，所以大家肯定发家致富奔小康。一会儿你好好开，知道吗？能不能拿到一包都不一定呢，对吧？我们先攒个人品，我们说不定就零杠三了。对，要以零杠三的心态去准备。有道理，有道理。我们要放低姿态，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嗯嗯。来、安格洛。对，这个其实三选一嘛，和我们的这个进化机制刚好是。非常吻合的，比较接近。对，你看后边那个，我在想这个萨满怎么跑？萨满是真的有点弱。开包吧。萨满是不是很？你先开。还得开个任务分是吧？开个任务四百。他球那么高，哎。卡是吗？哎，可以，这个用龙还可以、温泉也还不错啊。温泉一等呢，死神用龙不错。好了，走了。垃圾，连存卡都开不出来。我靠，你瞧你来。看，你超过一张。穿珠，你看上来第一张就是。垃圾。基因转化。牛哥。开张任务出来好吧，四百分。好。开两张吧。好了。一张都没有，哇，汽油主这么弱，垃圾，看你能不能分。对，我看看能不能分解，能分解出五成算我输。130, 我靠，这么多、啊！135，这个135，135什么都做不了好吗？可以了，两张蓝卡。关键紫卡一点用都没有，死饿了，你都饿了，几点就饿了？五点了吧，打完。五点，可以去吃个晚饭。我们应该可以，因为我们下面。对，我们是第三场、第四场。问一下，对，出去问一下。第二场打完。啊，第三场和第五场。一三五呀。那能不能调的呀？调不了。调不了，安排好的。一三五。一三五这个。六几包？
都帮你，你们都你，我看到。西游。难说有点难啊。我开个磁卡，开几张出来。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有。我感觉这几个，我用磁卡都只能开一个。你要开的什么任务？任务是什么？哇，开六包。哎，这张好像这张可以玩上来吗？你看两张一直一层都是。这张我好像有两张。真的吗？嗯，这张我开过两张。那又是一百层开包还是可以的。那肯定让你开宝刀未老啊。所以我都说开包肯定让你了。三张那个可以玩萨满，多了这一张。萨满可以考虑了，可以列入考虑范围之内了。好，最后一包让我来试试手气。这个有吗？这个不知道，好像没有。两张交友钱。最后一包让我来试试我的手气。我已经完成了使命。贪食染泥罐好像没什么用。六包，应该能分给。270，一张锤子，270也不够呀、啊。还凑合吧，能干点事儿，就是合不了紫卡。那不能合紫卡有什么用呢？我们待会儿可以考虑一下。萨满。这个秋日开包真的是有一手啊。对，这个。一包里边一张橙和一张紫是配套的，就跟元素二人组。对，这两个人组一出来就是贴着标签元素萨满，对吧、是配套的。这就我感觉好像咱们在玩那种什么，就是原来的那种游戏啊，就是你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不停的在解锁，就是感觉他们又解锁了一个职业又解锁了一些新的内容，解锁了一个新的套路。对对对，就是萨满。嗯，可选分支路线。对对对，就是通过一些选项，对吧，是可以推进游戏的剧情了。嗯嗯，非常的不错。嗯，好，那这样的话最终的比分3-2，双方也算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对，是吧。嗯嗯，那我们来把时间交给雪兔的采访。好的，那么刚刚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一轮的比赛，那么现在双方选手已经坐在我旁边了。那么秋日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对自己妹妹下手这么狠。我觉得还好吧，咱们最后3-2，这个结局我觉得总会有一方要，对吧，要三。那没办法，作为哥哥的就是说先行一步。我刚刚看着比赛啊，这个王波儿在里面加了很多什么像食尸鬼啊这种啊，知道千雪他们方方，因为我们卡组都是公布的嘛，知道千雪他们带快攻然后还往里加食尸鬼。没有，这是你受益的吗？食尸鬼之前就有呀，之前就很早之前就组这套牌的时候就有一张食尸鬼。对，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环境肯定不会特别慢嘛，然后食尸鬼打快攻还不错效果。对，好，那么千雪啊，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你们这个失利？没办法嘛，对不对？我们已经尽量了，尽力了。你刚刚不是在下面跟我说，说是输是因为康姆今天手比较黑吗？还好，其实他已经凑合吧，虽然我比较红一点，但我觉得我们俩这个结局还可以嘛，对吧？3-2，就是很携手共进去夏威夷的走向啊，对吧？都有没关系嘛，虽然输了决定，因为但是我们是小组循环赛嘛，之后还有两场的比拼，然后希望你们能加油。那么第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之后的话会带来 XHOPE 组还有老毕和拉拉他们的对局。那我们先进的广告，我们一会儿见。